像俺们这些，你像玩战士的，想玩点那种，怎么说呢？飘逸的英雄比较难玩。狗头人给我探了一下狗头。你一级学的啥呀？你要 Q 兵啊？他要 Q 兵，直接就打死他，卡他身位，往前走，假装不杀，其实不严。我操！这没死啊！我点盐点了半天没点出来，这回死了吧？哎，无所谓了，就相当于我们用了个点盐加闪现把他杀了，无所谓。哎，其实这个狗头扛兵线可以试试跟我打。EAW 躲他一个小减速没躲掉，这人打不还手骂不还口啊，猥琐至极，抠不到了，抠到也死不了，他回血了，下边他再上来他就死了，他没带闪。小饼干儿，先升个级，不升级有点打不过，先升个级吧。从现在开始，他不要想补一个兵，他如果这波不回家，死了。他已经不可能再补一个兵了，我这兵线一卡，下波升六上来直接开大招把他杀了，蓝也够，为啥带饼干知道了吧？就因为不带饼干他蓝不够用，带饼干呢这波还可以杀，能回个能有100左右的蓝，估计差不多。这波兵啊，最好是别让他吃到，吃不到他的游戏就结束，他要吃到了还能让他缓一缓，最好是别让他吃，告诉赵信过来，让赵信过来，让赵信帮我们扛塔，然后帮我们把他杀了，要赵信过来，对，这波让赵信来啊。这样呢，赵信死了呢，这样赵信死了，狗头人还能值钱，然后呢，狗头人的兵线还没了，来把饼干吃了啊，先让赵信扛塔，啊，完美，计划通。狗头人不仅值钱了，赵信也这波也挺赚的，其实他也不值钱，关键是狗头人又值钱了，兵线又进塔了，潘森吃一波兵得了。老弟呀，你这么点血过来干啥来了？哎，不行，抠不出来，别推了啊，这波兵不推了，回家了。你还追呀？那泽拉斯尿你来了，给我尿死他！还追？追什么玩意儿呢？借一把，我们先来个九头蛇。破败啊，不行，破败不行。
破败推线太慢了，我来个九头蛇。消极跑，我这主要是为了推线儿。哎，这没死啊！你还跟我打？吸血，你看，这要是破败的吸血，指定就完了。这就是九头蛇的吸血。没办法了，我只能被迫杀人了。本来我寻思用我的反应来躲他一个 Q， 我是反应不行还是怎么回事？我就眼瞅着他 Q 我，我放的 W 呢，我也躲不掉。玩个屁！拜拜。九头蛇吸血多爽啊！哎，死亡之舞就是，假如说我有个提亚马特啊，然后我摁了个提亚马特，然后我有死亡之舞，那给不给我回血？就是提亚马特，不是九头蛇，给不给回血？有没有人试过？这干啥呀？这，哎呦我操，三个人，给我来个七甲头。先杀狗头人，潘森没啥伤害啊，先杀瞎子，来呀、啊，别暴击就行。Hello， 上高地，这就是九头蛇。这提亚马特能有这吸血吗？不是提亚马特呀、啊，破败呀、啊。来，你们三个再来一波，指定还得来这仨人，你看着啊，他们不可能不管我呀。上波我没大，这波我有大。你们来一波死一波，我直接给打穿了，给我拿下。怎么来人了呢？这是干啥的？我回家吧，我回家，我回家买个小装备再出来，不着急。我整了5000来块钱，下楼一塔还没爆呢，这爆的有点慢了。尿死他！再来一下，哎，应该还有一下吧。跑你肯定是跑不了了，兄弟，因为我跑的比你快呀。致命点炎，你有意吗？没有意就等死吧。干啥呢？这。血色之印不行，血色之印的这是单挑的，他们老三个人以上过来干我，那血色之印没有效果。这把打完，给大家玩一把永恩啊。
把你们家能打的都给我叫出来，我今天就在这一站。一人我吃三路，那不能让他泽拉斯死，人家那波还救我了，咱不能忘恩负义啊，不能变成忘恩负义兰陵汉。干哈呀，这是要回旋踢呀。你要杀泽拉斯啊，那你得先问问我，好像我们就万豪没杀过，是不是？跟我在这儿，跟我在这儿刷，给我让我刷数据，是不是？让我刷数据。